题目说呢，他说这个空格的意思指的是说，把上面两个数相加，变成下面这个数。所以看到没？如果第空格前填的是五跟三的话，现在变成八。好，那题目请你，这个答案多少？这应该简单吧？第一个怎么填？来，负一加一，哎，负二加一，负一啊，然后一加四呢？五，这个应该简单。来，难是难这个地方，这怎么写啊？不难啦、啊，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你假设最上面这个是 x， 所以请问你下面这多少？下面这个，下面这个是不是 x 减八？对不对？那、啊、这里呢？负八加三十三，负八加三十三，是不是二十五？然后这两个相加是应该等于五，所以很好列式嘛，答案变成了 x 减八加二十五等于五。那这个会算？不难嘛，就 x 等于多少？来吧。负八加二十五先相加多少？负八加二十五，十七，十七过来是变成减十七，所以 x 呢，五减十七，负十二。好，答案就是负十二。好，这个自己写上去，快点。